猜到了。哎、欸，不能哦。门，我们刚没关门，你刚有关门啊？Hello，Hello， hello, 我是小尼，我是修哥。今天我们要来玩麦块，但不是平常那种轻松快乐的原味生存哦。今天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夜晚。可怕哦！闭嘴，有鬼哦！闭嘴，闭嘴。看到这样黑黑的背景，大家应该也都猜到了。我们要玩的是一款外国人做的恐怖地图，Demon Brains。好了，恶魔脑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啊，如果你喜欢我偶尔玩一下这类型的恐怖地图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然后把订阅按钮用力的揍下去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啦。后面这一堆应该是作者群吗？哦不，这些是实况团诶，是外国的实况团。我觉得是遗体，遗体都是死人的。尊重人家，人家订阅都很多诶。然后这是我们的作者，好，开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哦。哦，这听得我耳朵好痒哦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天哪！哎，哎，谁在讲话？因为有人在叫。怎么那么有点好笑啊？听久了，对啊，我觉得有点怀疑。刚开始很毛，就听久了有点好笑。什么意思啊 ？Warning: The map continues brutal jump scare， 就是藏宝的时候，就是它会有惊吓的东西跳出来。是啊，哦，橘子啊，没有看，我没有看清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久了吧？我觉得你要走动，走动吗？前进。好暗哦，我在哪里啊？哎呦，哦，哦哦哦哦！我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我是死掉了，然后从天堂被送下来的。这是怎样啊？可以跑吗？恐怖游戏的概念。他啥 ？Basement。哦哦哦。会有鬼跑出来的，把手不要关门，不要关门，哎，很可怕，哎呀，好黑哦，下去，下去，白花，探险，不吉利，哦，为什么是这个声音？这玩意玩不吓死啊？Warning， 进去，开门，哎，不能开，不能开。太黑了啦！有没有灯啊？没有钱缴电费啊？可以关个灯吗？什么？关个灯？开个灯啊！好暗哦。箱子，上面有箱子吗？上面干嘛？哎呦，什么东西挡住我刚刚？纸。哦哦，鬼脸。他槟榔吃很多，怎么都留槟榔吃这样？看起来是鬼脸。这边要干嘛？好暗，这是什么？开门哦，被符咒贴住的门啦！你不要我这种门，那个不是门，可以开啊。那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被自己吓到。哦，啥事？哎呦，哎呦，真是恐怖游戏耶！耶，怎么一样啊？同一个地方、啊、哦，这声音每次听都觉得惊悚。太严重，又是 warning， 又是 warning， 还是不能开啊！所以我们又，所以我们鬼打墙了。然后又打开又一样是吗？可是箱子不见了、欸，所以不一样。嗯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什么啦？开门！我关起来，等一下谁跑过来？没有箱子，然后记住。嗯？
哎、欸，我搞我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小白花不见了！他不见了！我觉得好容易跑出来、欸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门，我们刚没关门，你刚有关门啊？白痴！吓我一跳！哇！我音量开很大。我没有玩对。Warning！ 哎、欸欸、我看个箱子。你看，我是不是跟你说玩完，你等下就会醒了？我看了个箱子。看到箱子，现在这样是对的吗？应该是啊，冲啊，不要怕啊！下面不看一下吗？我没转，我心软无地。哎哎哎！你要先拿东西再下来吧，反正有一个轮回啊。这个门会不会是不能开？哎呦哎呦，为什么会被挡住啊？谁被挡住？哎，这边打不开了、欸。那我们就开箱子吧。干嘛？怎么不能开？打不开了，打不开。谁在那里啊？谁？在干嘛？那谁？他头为什么会那样？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靠！不要！有人可以告诉我现在怎么了吗？跑跑跑啊！我要跑去哪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好暗哦，整个全部暗掉了。还是下面的门可以开了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自己打开门啊？是吗？对，他帮我开了。你确定我们这样是安全的吗？怎么看都不安全呢、啊。然后一跑就对了。哎、欸，花花又回来了，长出来了。小朋友下楼梯，冲啊冲啊！我们看看门开门。哦，嘿，我会怕吗？开门。不能开门，不能开，然后转头我们两个就吓死了。来单挑啊！敢不敢定狗机？冲啊冲啊冲啊！哦哦、那什么？好宝宝印章，好宝宝印章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十三个死掉的小孩吗？十三个好宝宝，他们是不是被抓着，然后就一头砸向这个墙壁，然后就脸出现这个符案？脸太大了吧？有啊有啊，差点扁掉之类的。你说变半个门这么大吗？有，那脸太大了。哎、欸，不能哦！有声音，脚步声？哎、欸，没有。我不喜欢刚刚那个声音。感觉有人哎、欸，有书哎、欸。List of sin， 哎呦，什么东西在那里闪啊？不用怕，先看书。谁在那？我站着。Monday， two eyes， one arm， 哦，六个 tooth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礼拜一要两个眼睛、一个手臂跟六个牙齿，然后礼拜二要两个头。他已经收集到了两个手臂，两一只脚。礼拜三要三灵魂，十五个小孩子，他有恋童癖，所以是一个恋童癖的，我们要抓恋童癖的游戏。我骑着警察要抓小偷，知道吗？好，这样想就不会可怕。我们是警察。哦，不准你出去啊！干嘛干嘛？为什么红红的？哎、欸，你有听到心跳的声音吗？有啊。哦，我觉得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！救命！哇！好晕！哎哎哎！干嘛干嘛干嘛？我觉得灯要跑出来了，我觉得好红哦！我是不是要发烧了？什么意思？不
知道，我现在要怎么办、啊？这个压迫感也太重了吧！这个，我想赶快离开。然后我们看，我发现按 space 可以冲刺，很可怕，还蛮可怕的。干嘛？这是什么 ？Hell， Hell 不是地狱吗？对 ，What the hell？ 没有，我们换一个方式解读 ，Go to the hell， 前往山丘，前往山丘。不一样的拼法吧？我知道啦有吧？我们是警察哎、欸，我们是警察，不怕不怕。你不看到字写什么？哪里？告示牌啊 ？Warning 啊！很忙。是哦，你有看到？你说音乐好可怕哦。哦，哎呦，多了一个箱子。那个 Secret Easter Cake Key。Egg key， 哎、欸，彩蛋钥匙啊？是吗？是用来破特殊结局的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。拿着看会不会比较厉害？打恶鬼！这，他不是鬼，他是……啊！他谁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他消失了，为什么？没事，我们的击退恶鬼棒哦。为什么这样？我们墙壁开始消失、欸。干嘛？我们被下药了吗？迷奸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你前面被黄标了，在讲些奇怪的话，那样就被黄标了。我后置把它码掉。好，怎么为什么变泥土了啦？因为我们 ，Oh no， 是转角，转转，但我觉得会有东西，转，哎，没东西，赶快走。哎呦，哎，这怎么做到的？我被堵起来了。这是干嘛？墓园呢？不知道，箱子里有东西。鸟的床。睡个觉好了。可以吗？为什么有音乐、啊？不能睡。完成的书，哎，是中文啊。为什么要中文 ？We are the kids behind the wall, behind the door, behind Satan, behind you。孩子，难道我们就是变态？他说：“孩子，难道在墙那边？难道在门那边？难道在撒旦那边？还是在你后面？”好可怕哦！有人叫，有人，谁？他飞上去了，不要拿着放这里，好烦啊！很可怕哎、欸！我只是想，一直闪是怎样啊？音乐停嘞、欸啊，然后我们去探险吧。可以坐椅子吗？不行，我觉得这应该有设定好，坐着应该设定好，冲就对了。门也不能开，我可以生存。我靠！哎呦，中了！这现在听到声音吗？什么声音？哦，这是孩子的玩具间呢。魔术方块啊！此地不宜久留。哦，圣诞树，好温馨哦，好可爱哦。可是都没有孩子了。他演什么 ？Doctor, I think that I have a problem. Doctor, I think that I have a problem. 他们被关到精神病了啦。是吗？
哎、欸、啊，到底嘞？哎、欸，走错路了吗？所以我们要，哎、欸，原路返回吗？啊！哦，哎、欸，有东西掉下来，别忘了有东西啊！这里有箱子，不能开，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哦，这里啦！啊，这个门刚不是没开？这是对的吗？哦，哎，等一下，哪里是上，哪里是下？哎、欸，好好花哦，哦，这里，哦，这怎么做到的、啊？欸、可怕、欸！这一块有在跑动啊！啊！吓死我！没事，我们在看美术展览，这是一个3D 画。好，我们在感受。欸、我要很前进啊！我们为什么会前进？我在按啊，你要前进吗、哦？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敢操控啊！哎哎、欸欸，到底了？要出去了吗？不知道。干嘛干嘛？这是一个谁在讲话？沉浸式的体验。我要开喽。好。没声音啊？没声音。哦。哦。哦。Oh shit! Oh shit! 欸，又有好多小孩。拜托，让我离开这里。我已经对这个门的声音免疫了。哦，箱子，箱子。欸，不要吵啦！大伴奏。我已经上课一天了，我不想听这个声音啊。要结婚了，结婚的声响，结婚会放这个？对，结婚会有这铃铛，不是吗？你以后结婚我就帮你放这个。好。为什么这个下课钟声越来越不妙？这个声音，空的。哎、欸欸，有书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哪里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、欸，那我们要去哪？应该继续往前吧。越来越大声哎、欸，这不能开。啊！有玩笑，吓死我！隔壁会不会来投诉我？不会不会，隔壁。我们来到什么？哎，跨维度的空间了。哎、欸欸，这是什么？那什么会动啊？好潮、哦！操 ，arrow arrow， 哎哎哎，好多门哦！这是麦块吗？麦块做成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，游戏坏掉了。它越坏越离谱了、欸。不知道、欸，好暗哦，好暗。没关系，我没有我们的 Easter Egg Key。等一下，路在哪？我按到有点看不到。就前面那个，可是还按到看不到。等一下，我有在走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现在完全……哎哎哎，什么什么？哎、欸、哎，太暗了啦！这个是我们在走路啊。没有吧？没有啊、欸，没有走步声。嗯，那是什么地方？哎哎哎！哦哦哦！不要让我坐椅子， oh. 让我下去。哦、oh. ，不要不要。哦 ，arrow arr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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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row！ 哇！我要被这个世界吞噬了。Oh. 快起来啊！哦啊！我以后再也不坐这种学校的木椅子了。玩具箱，铁椅子比较多，木椅子也少。哦，是什么地方？怎么玩到脱衣服？开始热，好热，热死！而且这干嘛？是科实验室吗？哦 ，Ross Brands 2861。
老鼠的脑子。Sure. Subject 5专案五。这个是脑子吗？这是脑子，可怕啊！他这些什么字你看得到 ？Subject 六。Subject。什么意思？那个专案应该都不能开吧？我没有钥匙。这是解谜游戏是吗？不是啊，我不知道啊，反正就很可怕。这是解谜游戏。哎呦！谁？没了。不是。Please leave the message. 什么什么？应该不重要。什么 under call？ 我听不清楚。这是正常的地方吗？嘿哦。Elements prototype， 不知道。哎呦，有人在里面。可怜哦、村民啊，村民，没关系，他是笨蛋。拜拜。好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。哦，我们来到机房，跳下去。没有，不能跳啊。好复杂哦！啊，另外那边是什么？可能不能开这里。哎，对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可能不会我按一按，然后它跑出来吧？我手上拿那到底是什么？不知道啊、怎么长像冰棒啊？越看越像冰棒。可能之后可以开什么东西？好热。啊！干、oh. 嘛？干嘛？干嘛？为什么在射我？是啊。Your freedom was not appearing in the country. 为什么要射杀我啊？他说我背叛他们哎、欸。我觉得。Real ending？ 哈？哈？太荒谬了吧！刚念结束了吗？我们解完第一次结局了。为什么？嗯，他多了一道门呢。Gallery room， finish the two ending。啊？所以他的第二结局是这个意思。有开第二个在这里哦、oh. 啊，所以这真的就是真结局了，也太荒谬了吧！我也觉得很荒谬了，被吓了大概40分钟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 Demon Brands 就差不多到这里啦。那下一个结局呢，我们就留给下一集。下次可以不要找我，我是那种连半夜起来上厕所都会怕的人。你不要找我，那我现在是找另外一个室友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个喜欢，然后喜欢数量够多的话，我下次就会再把秀哥找来跟我一起拍下一集。不要，最后也不要忘记按下红色的订阅按钮，成为我的人，和我一起走花路吧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再见。OK， see you， bye。不会再用，不会再拍了，很可怕，我吓死。